跟我们上一季的思燕姐姐一样，都喜欢米奇吗？天哪，我的箱子快吐出来了！你的箱子打开就像吐了一样，吐了吐了吐了一样。这个破初吻你有什么好分享的？这个不是吹风机、啊，那是什么？这个是便携式的熨烫机，我给你看一下。那在短袖有什么好看的？不，这个跟新买的一样，这个蒸汽的声音听到了吗？在我对，行，不。你看，现在就跟新的一样，完全没有褶皱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就是真的，怎么皱都不皱。对，怎么皱有点皱。好了，下一位了啊。好嘞，今天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个，大家看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什么东西啊？然后变。如果你住在酒店里，那些被子太脏，就可以用这个来接水。然后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杯子太大了，你就会。哦吗？哦。就变小巧了。就是孟婆屎散，见消食片，这是益生菌。那么这肠胃不舒适的人就会吃这些东西。这个PD身体不好，就是因为工作太辛苦了，但是我又热爱这份事业，怎么办？身体不好就只能靠药来撑着了。然后这个益生菌呢，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就有的时候我就这个肠蠕动特别难受的时候，就把它上。真的病。不能说话，会喷出来。非常的好吃，就这样，有时候我就这样，然后我看到这儿，开机，甜甜，我开始工作了。姑妈的开箱 ，Action。这是什么？这一个好物是专门为三亚和西双版纳准备的，叫冰凉喷雾，为我的妻子吉娜小姐姐准备的。这个喷雾非常的神奇，在于你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短袖，热吗？很热，对不对？这个衣服，这个喷雾不要喷在肉上，喷在衣服上，要像一个喷雾，喷在裤子上，喷在裤子上，这样。喷完了之后，过一会儿马上冰凉，冰冻你的双腿。过一会儿，就是这一瓶冰凉喷雾，冰凉凉的喷雾，我们这个三亚就靠这一个了，好吗？哇！最后给大家展示零食的一个百宝袋零食袋，李佳琦有佳琦严选，薇娅有薇娅严选，整个 PD 组我就有姑妈严选。如果你想吃辣的，有鸭舌给你吃，都是方便包装的。天哪，不会共享，那我要试试一下。人手一个，试吃一个。然后谁觉得蛋白质少了呢？这里有铁鸡蛋，铁鸡蛋是铁蛋吗？铁什么蛋吗？怎么样？有接吻的感觉吗 ？PD。最推荐的还是这一个能量棒，当 PD 在外面工作一整天，没有时间吃饭，我们吃什么？吃能量棒。张 PD， 哎，哎呀，晕了。只有能量，没有脂肪。试试一下，好嘞，坚果。吃完以后，这是我新鲜的零食，都在这里了。我的百宝箱最值得推荐的就是了这个喽。好，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开箱。放开箱，这是什么？飞机？无人机？天哪，这展可以飞起来吗？现在此时此刻，现在在房间里面航拍，你就给我看看。飞机不要，房间里面这么窄，不要飞。他不同意怎么办啊？我不管。
这个是您之前的一个很感性早年间的微博的一个截图啊，想让您用一个很有感情的方式来把它读一下。嗯，对，就对着镜头。哎呀妈呀，这是我写的。孤独是心里的一块冰，除了自己谁也融化不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衣柜里的颜色就只剩下了黑白灰。每每看到杂志上电视上那些粉红粉蓝，都会喜欢不已，但只是喜欢看着而已，是长大了还是老了不知。早晨打开窗，看到窗户上布满了水汽，用手擦了擦，顿时被冰的弹了回来。走出宾馆的门，好冷啊，紧了紧裹在身上的大衣似乎无济于事。忽然觉得深深的倦意，是来自身体还是精神，亦或都有吧。但是还是要加油，在每一天每一个早上每一个醒来的时候加油。我一定是个内心孤独的人，且喜欢孤独，爱好孤独，享受孤独。狠狠的想吃烤鸭了。今天某人兴高采烈地跟我说，我学会关注和转发了，我的微博现在很红火。我忍不住偷笑着跟他说，恭喜你少爷，我会保护你不受任何人伤害，我会努力尽力竭尽全力。哇，前面这个这么文艺的是我自己写的吗？这些东西还记得吗？嗯，就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那种内心其实有一点点小悲观的一个人。我特别怕秋末冬初的那个季节，就是落叶呀，然后这个样子，然后风北风一吹啊，然后那个时候尤其是天色渐暗的时候，然后正好大家都在下班嘛。我记得我有一天就站在一个过街天桥上，看着大家匆匆忙忙的那种下班的人，然后当时我就在想，快乐是他们的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对，就是一个看到外面下雨都会哭的人。所以其实我很感谢沙溢，他真的像一道阳光一样照到了我的心里，把我从一个很潮湿的地方带到了阳光下。就真的他会是我生命当中的那一道光，尽管我从没有每天都在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优秀，但我很感谢他，很感谢他。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可能每天就是发着这样的孤独啊，享受孤独啊，这样的微博，会不会有一天抑郁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摸了的还放进去，我的天，味道，这是日本独特尝试，就是醋的味道，尝尝哥什么味道？醋的味道。我不要做第一个先吃的，真的很好吃，你试一下，真的还不错。我要吃黑蒜啊。见过这样的菠萝吗？给菠萝一个特写，他红桃一个特写，他
它像一个莴笋，下面长了一个心形的菠萝。对，你去批一下。这是什么菠萝西施？我就没有。菠萝西施。师傅，这个菠萝怎么吃啊？哦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手，你就直接剖开。我从这里剖。哎呀，不，变异的菠萝中毒了。哦，开了。我想开了。那是不是连理菠萝呀？那是应该是连理。长到一起了，那这个也是。你这个菠萝很孤独啊，不长到一起。那这个菠萝都是这样子。你那样切不对，那样给你切。他让我菠萝西施直拍，千万直拍。哦。来来来，这个你看一下，一根莴笋，一个菠萝。这是我们西双版纳。对。你这个什么区？这什么区？老板。慢弄风。慢，这是我们西双版纳版西双版纳慢风。算了，好了，结束了，过不下去，谜团奥运圣火。哇，师傅你好有劲儿。这个就不要了，坏了。这个就算了。就其实是吃它最核心的。吃个最甜的部分。对。你们这边真是太丰富的物产，所以这是一个菠萝切出来根本可以。人家说在西双版纳吃菠萝的话，很奢侈。很奢侈啊！哇，快来吧，我们来分吧。快来吧，我们来分。最大的一块哟。哎呦呦！这两块我来。来，你尝一口蜜。什么味道的？吃播啊！用一个词来形容它。作为一个吃播，作为一个吃播。哎。好刺激啊！对。菠萝好纯，真的哎。好甜好甜，快来快来快来快！二姐亲手切的，亲手切的，甜过初恋。什么味道？比爱情还甜吗？咬着呢。甜过初恋，甜过初恋，甜过初恋。快来啊！西双版纳慢糯风的。包，好喜欢你呀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九岁了，是最棒的男子汉哦。最可爱的安吉，生日快乐！最可爱的安吉，成长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啾啾啾，比心！最帅气的安吉，生日快乐，永远快乐！安吉宝宝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你是最棒的男人们。安吉小哥哥你好，小暖暖姐姐，你要等我。你谁啊？你谁啊？你跟谁比心啊？你谁啊？我给安吉比心。祝安吉九岁生日快乐。就是我们的后期机房了，进入里面的时候要保持绝对的安静，不要打扰到剪辑师们的创作哦。波特都哭了好的，
吧，小魏老师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后期机房，老师们在激烈的争吵。穿过这个长长的走廊，我们来到的就是，哇哦，所有的剪辑老师齐聚一堂。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小审片室，这里是通宵熬夜剪片子的绝佳场所。剪累了片子，在后面的沙发睡一下；睡够了，到前面来剪片子；剪够了片子，到后面的沙发来睡一下；睡够了，又到前面来剪片子。好的，不打扰他们了，我们走了，溜了溜了。来看看这个老师，好像是在剪辑我们的 PD Vlog 呢。老师想采访你一下。当了这么多年优秀的剪辑师，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剪我们这些普通人呢？万万没想到。那你剪辑的感觉是？开心荣幸。老师剪了这么多 PD， 你最 pick 的是？吉他家的 PD。他的全名叫？全网最可爱。错了，全编剧组最可爱170。他的名字叫？全 PD 中最可爱。好的，打扰你了，你认真工作吧。这位剪辑师，这个老师不记得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叫妻子的浪漫旅行 PD Bot。 大型拉扯现场。机房太大了，走一圈都累了。现在很可爱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审片机房，别看现在这里空空荡荡的，到时候审片的时候这里可是人山人海，仔细的盯着每一帧的画面，都是为了我们的节目保驾护航，一帧一帧的仔细看哦。本期的机房揭秘结束了，在审片的间隙我们一起来看看某某 TV 优秀的剧集吧。家的花呗陪着我审片，花呗看这是哪里呀？这里是机房，我练鸟的机房。花呗走，那我们跟后勤老师打个招呼好不好？走，跟后勤老师们打个招呼，看看后勤老师们在干什么。来看看这位后勤老师在干什么。哎呀妈呀，我的脸不可以，我还是整容了以后。那给他打个码啊。你直接在线上看。可以啊，那花呗到审片了。你要审片了，花呗。好不好看？圈圈，机房的第二只狗。嗯，你们俩要一起审片吗？完了，花呗不想审片了。花呗，人家不愿意理你，花呗。
啊啊！哇！金汉 B point 去啊！这一次是我们 PD Vlog 里面的一个策划，好，叫做不要心动大挑战，我给你发一个视频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叫我不要心动啊？对，然后我很容易演出来的，你很容易演出来，这不心动吧？就是让你自然的发生，不需要演，你看一下，好，就是这现在就点了哈，对对对，你可以点开。是不是千玺啊？他能够炫舞啊，而且又帅气啊，身材又好啊。你看第二个，啊，这个也不错啊，这个感觉是挺，嘴巴挺那个，挺吼的。你到底从哪里看到他嘴巴？他嘴巴是挺吼的嘛？对嘛？他一看就看见你看我眼睛有沙的嘛？你真的。再看下一个，咦，我弟弟呀、啊！想捉你无从下手，你的眉头从不会皱，难道不为谎言担忧？没办法，他跟千玺一样，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弟弟，因为这次认识他之后，我觉得他真的是满分。对呀、啊，又高又会跳，又会骑马，又会射箭，又会玩，又会跟女生，我们一般女人一起，我觉得满分。下一个。表情，你控制一下你的表情。哦，哎呦，这个没办法的哦，这个真的是没办法的哦。我先说那个哈，他真的很厉害的。你话不要说的太满啊，真的。视频还没有看完呢。好吧，他怎么样都是我童年的爱人。下一个了啊。不是吧？去了一个岛啊！可以，这个可以过了。其实真的可以过了，那个，因为李亚男的问题了，我可以给他合格的。因为没有李亚男的话，对不起，祖蓝，我是不可以给你合格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跟你很熟。这个是，这个真的是，这个你不能这样害我嘛！这个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这几位啊，就这几位，因为他是孝顺的老公，在我心中最后一位100分，你是最有眼光的，所以我就喜欢你嘛！他真的是完美级的，完美，嗯，对。你们今天来干什么？今天我们每个 PD 有一个神秘的任务，然后我们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。这四个板子匹配，这么多机关，究竟我们的沙老师能不能完成？老婆 ，P
七年的游戏环境。话题没有任何，首先就是你要先选一个哪个是你老婆的脸，然后你再从众多五官中来挑。这是谁的眼睛？能看出来吗？这些呢？贴得好完美，这哪张照片我都知道。鼻子不太好找啊，鼻子多长？这不是，这就这不是，这鼻头太小了。他鼻子比较大。啊，这也不是，这咋？这咋？单独这么看有点怪。这是他的嘴，你一看就看出来了。这是他的嘴。这怎么感觉这么怪呀？这是他的嘴啊。可能就是距离的问题。是距离的问题是吧？这嘴绝对是，绝对不能差一个。好，恭喜陈老师挑战成功。嗯。啊？哎，这个我一看，这我一看就是这个鼻子，但可能就是因为贴上去吧，它有一个视觉，就这些东西，干扰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，都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就鼻子刚才比过来的时候是的。这就应该说是小意思，因为这老婆太熟悉了。对，基本上没啥问题，非常好，谢谢老师。这样子，来看看沙老师的大头，如何？这样的合集你喜欢吗？太完美了，一秒钟爱上。因为沙溢老师真的太有才了，居然在飞快的速度就搞成这个样子，给沙老师鼓掌。你看一开始嘛，他就是下了车，你就站这个位置。我看一下，站在这他车头前面啊、哦。对，就在这里。好，就是欢迎他的。好，其实就在这个位置，你可以试一下吧。裴国，我们站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把马步打开。对，对、啊。可以了吧？差不多，没问题。